民众穿梭在这民众，穿梭在南投中心新村，巷子拐来拐去，就像迷宫一般。民众逛完茶叶博览会，找不到爱车，心急求助。啊，你找到赛哈？啊，你也什么车啊？你也没有。没想到这边才刚找到，完成任务，旁边又来一个民众，也是找不到车，伤脑筋。另一头也有阿贝遇上同样的困难。啊，我已经找一两点钟啊，我去出来吼，出来行一下，就照常啊，啊个。 我拄要去做迄个展览场啊。对啊。啊，我安尼只打电话，今仔找无我的车啦。南投茶叶博览会这个月8日开幕，双十连假狂涌游客，大家多半把车停在中心新村路边，但中心新村满是长得一样的路树和平房，每条巷子都很相似，导致民众错乱找不到车。因为附近有很多车，然后就。 他这边的指示比较不明确，不明显。这边也提醒民众尽量可以拍照，提供警方寻找的一个资料。有人为了找车走了2个小时，找到快崩溃，还好警方相助，不然可救回不了家。记者曾伟翔、黄祥富、王世涵，南投采访报道。 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，包含孕妇、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，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、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，在哪里买吧？直接上快点购。